到了机场，已经入境了，就是在那、这个叫什么，过了海关，是吗？过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吃饭的这一区，贵宾室对面。贵宾室，我们贵宾室进不去，只有妹妹。妹妹今天帮我们很多哦，从那个报道开始哦，还好有她。可是呢，我们还是进不去贵宾室。我们现在呢，坐在贵宾室的外面，这边休息一下，想说要干嘛？要吃吗？还是因为飞机上有吃的？还是呢？要逛街？没有，我们到韩国再逛街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才没到哪里去了，没看到你啊。哎，大家打招呼，嗨！这次四人行，我们的韩国之旅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因为彩梅，我们要去演讲，我们全部都要去帮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然后呢，要去大采购，是吗？是。然后行程我们也是靠这位妹妹，妹妹最棒了，妹妹还帮我们安排行程，然后她有韩国的朋友。然后希望这次韩国之旅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逛得很高兴，买得很多，买得很尽兴，好不好？嗯。现在我们坐那个机场的这个是什么车？接送车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从机场的那个出站。出站那边，然后走到机场的铁路这边。后来我们四个人又推着行李，想说这个看到这个车，看可不可以坐，就真的可以坐。我们是好像那个贵宾，哇塞，我们是演艺人员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不是演艺人员才这样坐吗？赞哦，好棒哦！哦，厉害，好厉害。哦，我这也有，好漂亮呢、欸。